要你吃一根香肠和两颗鸡蛋，就能够考100分哦。妈妈，妈妈，警察叔叔平时是做什么的？就是在你平时不听话的时候来抓你的。可是我长得这么可爱，他们为什么要捉我？妈妈，妈妈，我可以拿红包钱去买零食吗？妈妈可以替你存起来，等你长大后再还给你。妈妈，为什么有人说小孩子不能用手指月亮？因为用手指月亮的话会被割多。妈妈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饭吃光，不能把饭粒留在碗里啊？因为饭吃不光的话，哎，长大后老公会满脸痘痘啊。这个贪吃鬼。#SDSGroup 可获奖10%折扣课本。你们要 order 哦。不 order 的话，小心警察抓你哦。